我们看这一题，他们说下列哪一个是哈这一个不等式的图式？我们把它解开来，我去绝对值 x 减一哈，这是小于等于三，而且大于等于负三，全部加一 x 小于等于四，大于等于多少？大于等于负三加一是负二，所以是负二到四之间，所以是这样的图，这有包括负二哈，有包括四，所以是在这个区间里面。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选多少呢？负二到四之间，啊，这两端有包括，应该要选 C 呀。那这个还有一个看法，一个什么看法呢？就是说哈 ，x 到一的距离哈小于三。你就是以一哈当终点嘛，然后呢小于三的话，那最远的地方是一加三是四，哦啊这个最远的地方多少？一减三，一减三是负二，所以呢这是它两个端点，所以这样也可以，负四到负二到四之间的，所以大家应该选 C。